来聊一下我们在 AIGC 平台工程上面的一些经验。然后我先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叫刘中威，化名叫墨源。然后呢，目前之前呢主要是负责 K8S 这边 Auscaling 相关的工作，然后这两年呢主要负责 Cloud Native Game 社区。然后我先介绍一下 Cloud Native Game 社区啊，这个社区是我们和国内的一线和二线的游戏公司共建的一个开源社区。在这个社区里边，主要提供的就是关于游戏原生化相关的一些开源项目。然后呢，这个社区里边，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AIGC Gateway，是我们和国内的行者 AI，也就是龙源游戏一起来孵化并且捐献给社区的。主要面向的呢，就是说在企业内部来搭建 AIGC 平台的这样的场景和解决方案。那先说一下这个 AIGC 啊，今年这个词儿太火了。大家基本上可能搞研发的或多或少一些工作，和尝试可能都和 AIGC 相关，但是从整体的架构上，或者是从技术的这个实现的方式上面，AIGC 主要就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单机版的，比如说大家聊的最多的这个 Stable Diffusion，对吧？就是你是非常专业的人，在本地或者是在一个云环境之下独享一块 GPU，然后来实现这样的这个 AIGC 的这个能力。那这是一个类型。那还有一个类型是什么呢？就是服务化的。那服务化的非常典型的就是 Midjourney，就是你用的呢实际上是一个文生图的能力。至于底层是什么模型，或者是底层是怎么样去管理 GPU 的，用什么样的硬件，大家可能消费者是不关心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是 to 终端这个专业客户，或者是 to B 的；另外一个呢是 to C 的。那这两个场景之下呢，在国内呢也有很多我们的客户或者是开发者。把这个开源版的 Stable Diffusion 做了一些改造，然后去做服务化改造，形成第二种这个服务化的这个 AIGC 的这个解决方案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地方两者之间是没有明显的边界的。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说，在企业内部来去搭建 AIGC 平台的时候，实际上更倾向于是说怎么把第一种单机版的这个 AIGC 平台能够提供给专业的这个原画师或者是这个内容制作者。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开源项目 AIGC Gateway。刚才提到了 AIGC Gateway 的，实际上脱胎于行者 AI 这家前身是游戏公司的这个 AI 公司。那 AIGC 这个领域，其实在游戏行业是发展的最靠前的。你像国内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海翼啊、行者 AI 啊，或者是无界啊，其实它的前身都是游戏公司。游戏公司今年呢，开始把内部提供给原画师的一些功能对外暴露给我们的这个开发者或者是终端客户。那在企业内部怎么去构建一个 AIGC 的平台呢？其实核心要考虑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说，怎么能够做到数字资产比较好的隔离？你像游戏这个场景之下，不同的工作室之间，它的数字资产是隔离的；不同的原画师之间，他们的数据也是分开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版本管理，你像我们知道的 Stable Diffusion，有非常典型的1.5的版本和2.2.x 的版本。那这两个版本之间，在不同的这个原画师场景之下，可能他们会用不同的这个 version。还有呢，就是访问健全的问题，比如说，哪一些这个原画师他能够访问到哪一个 SD，跨部门之间是不能互访的，类似像这种的场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特别是，AIGC 引擎其实不只有 Stable Diffusion，你像国内还用的比较火的那个 AI 孙燕姿，对吧？Solvay Service，这些呢，其实在游戏公司里边也用的会非常非常多。所以在 AIGC 引擎上，它会涉及到的就是引擎的种类和引擎的版本非常非常多，而且呢，不同的客户对于引擎的这个诉求也会有所不同。那 AIGC Gateway 它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呢？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企业怎么在内部搭建一个对于专业的这个 AIGC 内容生产者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提供这个访问健全、数据隔离、数据加速和版本管理等等相关的诉求。那在这里边呢，AIGC Gateway 分成几个大的部分。首先是它上层有一个叫 Auth Gateway。这个地方呢，就是做用户身份健全的。比如说，我是用户 A 登进来，我能看到什么样的资源，我能跟哪一个Stable Diffusion 的实例去做绑定，实际上是在这一层做到的。它可以实现不同的 AIGC 引擎可以无侵入的来实现这种单点登录和 session 的这个透传。然后右侧的部分呢，是我们这边的 Auth Provider 和 Resource Management。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基于开源的一个项目叫 Log2 来去实现的。简单理解呢，就是企业内部呢，有的客户呢可能有这个用户身份体系，对吧？比如说你内部有这个飞书的这个账号体系，那你如果想用飞书的账号体系来去登录这套 AIGC 平台，那你需要一个单点登录的一个机制。那右侧的 Log2 呢，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这个
部分，就是来帮你去做单点登录和用户资源管理的。那你当以一个用户身份登进来之后呢，你会出现三种状态。第一种呢，就是你第一次用这个平台，你没有任何的一个 AIGC 引擎和你关联，那你需要创建一个，那这个时候平台会提供一个创建的一个动作。那第二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有了一个 AIGC 平台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不需要了，或者说你想释放掉给别人来去共享这个 GPU，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点击这个销毁或者是停机。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所有的存储资源是保留的，但是计算资源是释放的。那第三个状态是什么呢？第三个状态就是你的资源已经释放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又想用这个 Stable Diffusion 或者是 Sorbet Service 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在 AIGC Gateway 里边来去点击 Recover， 也就是恢复或者是拉起。那这个时候呢，它会重新分配 GPU 资源，并且把之前你使用的相关的数据再重新拉起来。所以这个呢是 AIGC Gateway 里边核心的几个功能。然后 AIGC Gateway 是怎么去管理多版本和多引擎的呢？实际上它里边提供了一个 CRD， 然后这个 CRD 呢，每一个 CR 都是一个特定版本的特定的引擎。比如说我这一个集群里边有一个 1.5 的 SD， 然后有一个 4.1 的 Service， 那你就写两个 CR 往下一丢， AIGC 引擎呢会自 AIGC Gateway 呢会自动发现相应的这个CR， 然后来帮你把这个注册的这个信息写到 AIGC Gateway 上，然后来实现这个页面的一个展示。那下面黑色的部分是什么呢？黑色的部分是我们的一个分布式缓存。这个地方要特别提一下，在 AIGC 这个场景之下呀，大模型或者是这个 module 是避免不了的。特别是像 Stable Diffusion， 大家如果用 Stable Diffusion 生图的时候会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你任何一张图都要有一个底膜，不同的底膜决定了你生成图的类型和风格。然后呢，你有了底膜之后呢，有的客户呢可能需要有这个 ControlNet 或者是Lora， 甚至是有一些客户可能还有 Locus， 对吧？它会有多个模型同时去加载，同时去生成这样的一个诉求。但是对于 GPU 而言，我们 GPU 时间最最最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你单位时间之内能生成图越多越好。如果把 GPU 的时间浪费在去加载模型上的话，那就会导致你的 GPU 浪费非常非常严重。那AIGC Gateway 是怎么解这个问题的呢？实际上我们这边通过弗洛伊德加助 CFS 提供了一个二级的缓存，把所有的常见的模型都缓存在内存里边，然后冷模型呢可以放在远程的这个 OSS 里边。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如果是已缓存的模型可以按照一个 G 大 B 每秒的方式去做加载，如果是冷模型的话可以在300兆到500兆这个性能上去加载。那这个场景和传统的 I/O 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客户，他的底膜加上 LoRa 这一层整个的这个 size 大概是在50个 T。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你在单机上是不可能存储到这么多的这个模型来去做切换的。那这个时候很多客户会想到说，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 NAS 来去做？ NAS 是可以，但是 NAS 的成本非常非常高。我给大家做个对比啊，如果在云上，如果大家用 OSS 的话，一个 GB 一个月大概是1毛2分钱。如果大家用同等的这个 size 使用 NAS 的话，一个月1 GB 大概是1块8毛钱，也就是两者相差将近15倍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个地方呢，会给很多我们的企业客户带来非常大的成本负担。那 AIGC Gateway 呢，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分布式缓存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解决模型切换和模型存储的问题。再往下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孵化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企业内部不只是想自己对内服务，也想做一个孵化的话，那要怎么做呢？实际上这个地方业界啊非常流行的一个方法，就是把 Stable Diffusion 去做一些改造，把传统的 API 调用的方式转换成一个 Executor 离线调用的方式，然后再通过上层的这个promote 转换，然后进校区队列，然后再通过 KIDA 去做一些自动伸缩。然后底下的部分呢，和刚才的 AIGC Gateway 是复用的，就依然使用弗洛伊德的方式来去做模型的缓存和模型的切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最大效率上帮大家去节省 GPU 的这个分时。那我们上面也有一些数据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基本上的数据就是，如果是缓存在弗洛伊德里边的，可以做到1 GB 每秒；如果是没有缓存在弗洛伊德，而是在 OSS 里边的，这个冷膜的加载速度大概是300到500兆每秒。然后最后呢是几个二维码，分别是我们的这个 AIGC Gateway 和我们的原生游戏的这个社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进来。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来贡献 code 和贡献我们的开源项目。谢谢大家。